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爸 Steven。我们家很想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有创业精神，所以我们12月中会有一个圣诞市集，我们要带着孩子去卖他们在家里手工做的一些艺术品。So, 今天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开始做的这些小手工的东西，然后到时候我们去那个市集也拍影片给你们看看，小孩子可以在台湾当老板自己卖一些东西。OK?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Hello， 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做手工纸花。Cute。Hi Bethany. Hi. Hi, 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做擦手巾。Okay.哎，龙岩，你在做什么？花圈的，圈圈。OK。你说你不会讲话，你不用讲话，我讲话。哎呦。
Xiaomi 的那个成品，看一下，然后你有做一个蝴蝶结给我看一下。艾娟，你做了什么？我做了面纸盒。哦，很好看，你怎么做了？我用布和我用裁缝机缝的。很好看，很好看。谢谢。哇，这个是你和妈妈一起做的吗？对。你好棒，有。我们去圣诞市集的时候，我要买 T 恤，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前几个礼拜在设计 T 恤的过程。我有泼到网络上，然后问大家的反应，他们觉得哪一个设计比较好看。所以我们看一下我设计 T 恤的过程。所以之前我希望这个 idea 是要有台湾在中间，然后 explore 就是去探险还是冒险的意思。那之前的设计我有放 Adventure Awaits 还有 Isla Formosa， 然后有一点指南针的感觉，所以我后来就把 Adventure Awaits 跟 Isla Formosa 这两个地方删掉，因为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 Isla Formosa 的意思，然后 Let's Go Explore 台湾就很简单这个意思，所以我的目标是要让人家看得懂这个 T-shirt， 因为 My T-shirt 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喜欢这个设计，所以这个是男生的 Explore， 然后如果删掉那个，如果背景是 T 恤的颜色，那白色的话要字都要改颜色，深色会比较明显。所以目前我们选的是黑色、深蓝色，还有酒红色，男生、女生、孩子都有。然后女生的话，女生的设计是这样子，字体我想说比较有气质一点，我也是要有一点动作的感觉。So,怎么画这个台湾呢？台湾，我是用一个地图，然后把它稍微变得 opaque， 放到背景，然后就画了台湾，差不多了，不是很完美主义。然后孩子，我想说要比较像 paintbrush， 因为小孩子很喜欢画画，用水彩 ，so 有一个 paintbrush 的字体的感觉，然后台湾可以是比较中性的颜色。那如果 T 恤的颜色是黄色也好，绿色也好，蓝色 OK， 粉红色 OK， 所以那之前我有放到 Facebook 问大家，哎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不过到最后你就选了比较简单，所以还是感谢每一位留言的人，大家说321 32 323，所以每个人都喜欢的东西不一样。So, 对不起，如果我们最后没有选到你喜欢的设计，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评估，然后看看我们觉得大部分的人会买什么样的设计。所以这个就是我设计 T 恤的过程。有很多人会问怎么买 T 恤，现在你到我的网站 lawaibaba.com 就会到我们的首页，你可以按这里 T 恤，或者是你可以按商店，就会跑到我们的 shop 在这里。现在有女生还有小孩子的，然后到时候会有男生的 Explore， 所以如果你点进去你会看到东西，所以不同的颜色，到时候我们会放比较多的，你会看到颜色的差别还有大小，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比如说粉红色，是加入购物车就会跳出一个哇 OK 加入你的购物车的这个讯息，然后查看购物车。Okay, 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个多礼拜，小孩子有预备很多的产品。OK， 我们要去台中的马瑞逊学校圣诞节市集，因为有很多东西要卖，跟我们一起走。
开人。咖啡又来了。对，谢谢。这些发夹是以前做的吗？对。不知道。妈呀妈呀！他们的东西了。对。哇！在他们家。嗨，丽莎，你要卖什么？跳蚤，跳蚤，最小的。Nice。最小的。你写的是吗？还有你的面纸。嗨，欢迎欢迎。你们是台中人吗？在台中人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谢谢静怡。谢谢你的支持。好，不客气。可以收阿姨的钱。两个 T 恤，跟他找，102块。你阿伦，你卖了什么？发夹，还有书签。Jenna， 你卖了什么？面纸盒。Yes。Bethany， 你卖了什么？我卖了毛巾和那个稻草。Hey， great， all right。哎呀，你太客气了，你好，平安平安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我们送你一个。谢谢。谢谢你哦。谢谢你带的水果跟东西。没有。感谢感谢。送我口罩。真的哇，这么慷慨，感谢感谢。刚好一人一个，我们可以在家咯。我可以给你量尺寸，你要量尺寸。太帅了！谢谢你哦，谢谢，感谢。谢谢谢谢谢谢。需要袋子吗？好，他买 T 恤，谢谢你的支持，感谢感谢。圣诞节快乐，谢谢谢谢。这是我们新的全家的 T 恤。小白，给你跟叔叔拿，我在找钱对吧？感谢。所以你等一下会给我刚好吗？还是找一下？哦，好好。有找到零钱吗？有找钱哈。非常感谢，圣诞节快乐。我想要这一串。哇，你买那么多东西了，好，因为刚好我们有需要。感谢你们的支持。这个 T 恤我看了很久。谢谢谢谢。蛮有那个感觉，我是吗？对，太客气了。他有多放几个人送你们的？哦，谢谢。这个是你们是吧？对呀。啊，这个是200，这个好像被买，这个有没有被买走？还有好像还有一个在这里。多少的？好，可以给你，对。一人一包就五片。是吗？啊，也许他可以。如果有客人来之前，平常在家里擦手可以用。哎，表姐，你卖的怎么样？还不错。卖了几个，你知道吗？大概5个吧。5个吗？加油加油！Hi Elizabeth， 你今天有卖东西了吗？有。
这个一个多少钱？400块吗？对。然后这个你写的书多少钱？10块钱吗？应该300，然后这个200。OK， yes， 加油！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拜拜。你买什么？棉花糖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来，我买了四个不同颜色的。My brother, Chester. 对啊。OK， 亲爱的，我们的圣诞市集结束了。现在有什么感觉呢？很好，很好玩，很高兴看到很多朋友，然后都是音乐者，专门跑过来跟我们打招呼、照相，还有支持我们的小孩，非常感谢。对，谢谢你们。上礼拜你们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，还是超过一个礼拜的时间在做手工的一些艺术品，对不对？对，大概一个礼拜有2天。有2天。对。我们去买东西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很有趣。你怎么说？可以看到别人买了很多东西，很开心。是 ，OK。你们觉得呢？就看别人选他们要的东西，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。Okay. 每个人都选不一样的东西，很有趣。是 ，OK，OK。Okay. Okay, 那我们自己的摊位，你们觉得卖的怎么样？你们自己做的东西卖的还不错吗？对。满意吗？你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，然后卖的，你觉得满意吗？值得吗？值得。值得。OK，OK、okay, okay.。我很喜欢看到很多我们的订阅者又来跟我们照相。很多人都有支持我们，他们会支持我们买我们的东西，还有你设计的衣服。OK， 还有你说这个 T 恤吗？你穿的 T 恤。OK， yeah， 他们有买，他们要支持我们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 T 恤你们的面纸盒，对不对？对。有卖了吗？有。OK， 艾伦，大家都有看到你做的圣诞花圈，你有卖吗？有。几个？2个都卖掉了。很好。Bethany， 你做的擦手巾有卖了吗？对，我本来有20个，然后卖了17个，剩下才3个，对不对？对。Yes， 以后你会再做吗？可能会哦，很好很好。OK，Jenna， 我觉得你选了做最难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这边缝纫，你要先怎么样？你要先剪布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有拍到影片拍你做，对不对？你要先剪布，然后再缝在一起嘛。哇，花很多时间，所以很宝贵，对不对？我们好像剩下一个还是2个？一个。你买了几个？3个。Yes。OK。还有什么东西？那个花。花夹。花夹。OK。我带去好像26个。嗯哼。然后只剩2个。Hey, good job. All right, good job. So, 要跟你们说，我以你们为荣。你们真的花很多时间，很有想象力，然后你们很认真在做。So, 以你们为荣。So, here's to a successful 圣诞市集 ，successful Adeline Mail 饮料。So, 你可以我的，你不用。Okay, cheers, cheers. 谢谢你们收看，我是老爸爸 Steven， 是 Adeline、Bethany 和 Joanna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OK， 今天的影片到此为止。如果你们觉得我们
家庭做什么？Really, 家庭。Nothing what to say.